我拍这个船是因为要记录它整个运作。嘿，你是学校的？我不是学校，我是船舶摄影工作室。啊，那时候要出港，然后船都要。嘿。刷码头，哎，今麦伊话伊要北区去哩，伊今袂使等伊，一等过就浪啊。伊今要北区啊？伊今就是我早起着长河啊。